小明，今天妈妈教你梳头发哈、我看不见。看不见？嗯。看不见，敢梳得到？好。我们先把前面的梳一梳，前面的梳整齐哈。嗯。再把这两边的往后面梳。这边也往后面梳哈。嗯。把后面的头发梳顺了，手抓住，感受到没有？那把这边我们梳整齐来，用手抓住啊，我把头发绑起来，哇，这样就好了哈。我们每天把头发梳得漂漂亮亮的出去，是不是？哇，看一下漂亮不？漂亮。漂亮。漂亮，下次要学会学着自己梳哈。哇，头发都很长了，小米。漂亮。哇，好漂亮。我的小公主，小兔兔，姐姐，看姐姐漂亮不？看姐姐，头发都漂亮漂亮。看姐姐，漂亮，姐姐。哎呀哎呀！我太难了！哎呦我的妈！